我马上就要去做 Disney Cruise。Introducing the Tyus family。这是我想要的。一轮有点晕船。Rapunzel inspired。哎呦。我跟罗拉出来，我们两个。美人鱼的秀。他这个是给我们搭的一个什么呀？这是。大家都去迪士尼，你也是去迪士尼。There is a life I lead in this city. Hurrying to cut my teeth. I can take what I need to get by. It doesn't make it easy. 我们到 Orlando 啦，那边就有一个迪士尼。我们先去取行李，然后这儿应该就是我们的酒店了。待会儿我们来看看。When I return from the afterglow, will you carry me like I am whole again?Hello， 嗨，太乖了吧，鬼鬼好可爱哦。Put me together, take me back where I belong. I want it all. Hello. 哎呦。Good morning from Orlando. 我们现在在 Orlando 机场的酒店，上呢就要去。妈妈，小星星们，我马上就要去做 Disney Cruise。为十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T-shirt。耶！看一下也有，对不对？这个要感谢一凡，一凡给我们做的这个衣服。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应该是5天4夜，今天星期一，然后我们星期五下船。然后这个 cruise 呢，其实是跟 Zoella 一年半以前就定好的，所以是我 Zoella， 然后还有一凡，我们三家人，然后一共有 Kaya、Bonnie， 还有汤汤圆圆，我们四个小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然后现在是9:25，然后我们要准备下去，待会儿就要去坐 shuttle bus 直接上船。其实昨天就坐飞机从洛杉矶到了奥兰多，因为今天早上一早就要上船嘛，所以就是最好是提前一天赶到，因为那个船你上不去，你就是上不去了。然后我还蛮推荐大家就是住这个 Hyatt Regency， 它就是在奥兰多机场里面，它也可以有直接的那种 shuttle bus 到 Disney Cruise。现在他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全部都拿走了，然后到时候就直接上船，所以我们就只用身上带一点小的东西，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到时候行李应该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房间外面。So we're so excited。然后其实我已经默默的私下的准备了很久很久，为了这次旅行，我们还参加了 Fish Extender 啊这些活动，带着大家一起跟我们坐迪士尼游轮。耶！看一眼，你快起来啦，还没来得及给他扎头发。我们现在要下去排队做 shuttle 了，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我们就赶快出门吧。我们刚刚 check in 啦，它速度还蛮快的。我们是 group mini 应该其实是第三个 group 了，他们 Mickey 已经走了，现在正在 boarding Donald， 应该8:45就开始最前面的 priority boarding， 然后就 Mickey 就走了。刚才下去吃早饭了，稍微耽误了一下，其实可以先买了早饭，然后过来排队，然后再吃早饭，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这次我们三家人订的三个 stateroom 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应该会非常好玩。然后待会儿我们应该都是坐这个，还没给大家拍到他们。太忙了，对，每个人都有玩。It's hectic， 都带着小朋友，然后又有一堆这些事情，然后还有什么 travel document 护照什么的。我们现在准备要登 shuttle， 然后跟大家一起 say 个 hi。嗨！好多小朋友。Zoella family， 还有一凡 family。我觉得住在这个酒店还蛮好的，听说好像就是如果没有住在这个酒店的话，你就要租个车或者 Uber。 是，然后这里最方便的就是他会把行李也给你拿过去。
好漂亮啊！哇！Rocket launches today. Two of them. One at 12:30, but it could be 2:15. It sounds like they moved it up. That's fine. 火箭 Is that Elon Musk? 好吃的。哇，好近哦。Disney Wish. 好漂亮。哇，走。我们家的已经睡过这一切了，一会儿睁眼已经在上面了。哇，好看！这是我们的船，好新好大，棒哎 ！Hello， 哇，登船喽！我来猜一下，米奇啊，米奇也可以。Introducing the Pie Family。So cute。我们进来啦！我们坐电梯去吃饭饭。这是船吗？感觉好不像啊！还没开，主要是。哇 ，Goofy 他们都在动哎。Buffet to the left. All right, thank you. 他醒了，他吃饭了，他就醒了。哎，你太会找时间了吧？我们上船了，现在我们现在直接就来了11楼的餐厅，我们已经。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们组的人太多了，然后有的要上厕所，有的要吃饭，现在没有那么大的桌子，所以我们就分开行动了，以家庭为单位。这里有好多吃的呀。爸爸的 lamb chop， 然后爸爸点的肉肉，那是 broccoli 吗？我去拿了一个这个 pesto pasta， 这个杯子上面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的，都是这个米奇的，好可爱。看一下喝他的 apple juice， 食物怎么样？你要 lamb chop？ 我打开我的 Disney Cruise Line 的 app， 我现在终于要点 on board。已经全部 update 我今天的一些活动，而今天晚上我们是要吃这个1923这个餐厅，还可以看菜单，已经在教你买下一个 Disney Vacation， 然后这个上面你可以点 explore 今天的所有的活动，我看大家说你可以就是把你想要去的，比如说点个爱心，然后到点的话它就会提醒你这个活动开始，即使你不去也没有关系，然后还可以看到各个人物都在哪一层哪个地方，可以去找他们拍照，里面的一些餐厅。我们现在准备去下面的那个 nursery 看一看，然后我们就回房间了。Disney Wish Oceaneer Club， 这是给好像十几岁的小朋友吧。哇，好多小朋友哦。Oh, there it is. It's right here. It's open house right now.大小孩的，然后他到时候可能会可以把门关上。哦，那就是大小孩的。哈哈，这个。你们演吧。这里洗手的就是各种人物做的。
Okay, 我们现在准备去房间啦，应该一点半就是 ready。耶、yeah, ！大家所有的行李都在这个走廊上，有个很厉害的，是不是？哇、wow, ！I like that one. Whoa, so cool. 哇，他们好多 Mickey。Okay, let's go. And then we'll decorate our door.This is our room. 啊，这就是我想要的 Moana. Whoa. We have the Moana. Okay, 你看这是谁？这是谁呀？ Moana. Moana, that's right. 你们先来。猫姨。猫姨没在。然后我们是这个 veranda 的房型，你可以开门吗？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可以。右边应该就是走位了。这边是别人。对，吹着小海风。舒服，这小朋友已经自己盖上 wish 的毯子要睡觉了吗？你刚才不是睡了吗？OK，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这里是一进门，这边过来呢全是收纳的衣柜，空间很大，然后有很多这种隔层，这里也是一个衣柜，上面应该是那种救生背心吧。衣柜这边打开还有浴袍，这是我们的厕所，它进来是这样的，这有一个洗漱台、马桶，这里就是有很多这种隔层，可以放化妆品、洗漱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方便的。洗澡的应该在这儿，这边还有个台子，这里也有很多 shelf， 然后这边呢就是洗澡的，我喜欢它，就是很干净、很亮的感觉。下面是一个浴缸，它这个东西是这样抽线的。哎，不要跺脚，然后可以放到这边，然后就变成一个晾衣服的吧，比如说游泳衣啊什么的，出来你就可以把它晾在这个上面。这里还有一个 makeup wipes 卸妆用的，这是他们自己 building 的一个垃圾桶哎。然后这边有纸巾，方便。然后这边过来就是我们的床，因为我 request 了就小朋友的那个 pack and play， 所以他还给了我们一个尿布垃圾桶，好贴心啊。然后这边就是我的床已经被开始搞乱了，这个就是我之前在别人的视频里面看到的 Moana 的 headboard， 两个床头柜。你那边那个是转换插头吗？那个东西我不太清楚哎。然后我这边有很多插头，还有 USB 的接口，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 living space， 一个小沙发，好像这个上面也是一个床，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叫他们来，就如果是两个小朋友像一凡他们家应该就可以把它放下来，然后这边是小朋友的床，然后这边有一个鞋子台，位子超级多，超多的架子，上面有很多空间。哦，火箭发射吗？什么？肯定是。哎，上来上来，看着方向。哦呀，肯定在那边，因为这个船把我们挡住了。我们现在还停在港口的旁边呢，也有别的一些游轮，这边应该是加勒比号吧，只能在这里了。对，这边阳台上还有两个椅子，然后椅背上还有 DCL 的这个标志。哦，冰吗？冰还可以、就是、哇，居然是个这样横着的一个冰箱，超多柜 ，hair dryer，nice。它这个地方也是设计的垃圾桶，真的是蛮棒的。You're so lucky， 因为你坐的第一个游轮就是 Disney World， 就是这么厉害的吗？我也只坐过一次游轮，上次跟爸爸妈妈，这个真的比那个好很多，所有的设施，可能也是因为它比较新吧。Disney World 好像是2022年新的船，很棒哎，很棒。我们不是还去参观了那个 nursery 嘛，然后他也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给了一个这个。手环，他在 nursery 里面就是要戴这个手环，里面还是蛮多活动的，看他到时候会不会去吧。我给他注册了几个时间，然后他说的是提前四个小时你可以 cancel， 四个小时之内你没有 cancel 的话，之后就会 charge 你那一个小时一半的钱，然后他是9块钱一个小时，所以就会 charge 你4.5块，也还行，如果你来不及要取消的话。然后这个 band 他也是好像12.99吧，下船之前记得退给他，他就会把这个钱退给你，不然的话呢就是你也可以就是带回去当成一个纪念礼物，有点像一个 magic band。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个 magic band， 房卡可能很容易弄丢吧。像这个人昨天已经刚刚进酒店吃了晚饭，房卡就不见了，然后今天刚才把相机忘在了餐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事情太多了。 I know， 不怪你不怪你，脑子里面啊每天那个嗡嗡嗡嗡嗡的，带个小朋友事情就是挺多的，他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你没法叫他说看你等一下，然后你就对他不等，所以你就得要很快的把东西都做起来。 so， 看一下你开心吗？开心哈。这房间里面的电视可以看迪士尼所有的电影。对啊，因为他们不存在版权问题啊。 Let's watch Moana。 We wish you a warm welcome aboard.
If you have not yet downloaded the Disney Cruise Line Navigator app, I do recommend you do so now, as it contain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Well,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and welcome aboard. My name's Christian. I'm your cruise director. Are you having a good time? Time to sound the ship's horn. Sail Away Party，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就是 Mickey Minnie 他们出来，然后他们人物在那跳，我就觉得好感动，好激动。不过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房间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得出来，我们开始移动啦，我们开船了，耶耶。Zoella 的房间也太可爱了吧，她超喜欢 Toy Story。 太可爱了，照片啊，很乖。我们来吃晚饭了，然后迪伦有点晕船，而且他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里面唯一一个晕船的。太离谱了，我还以为他会醉不晕。太离谱了。今天我们吃的是1923，真的速度超快，这里可能有点看不出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去 nursery 哦，要牵 Bunny 吗？牵 Bunny 好不好？你们俩一起走。太乖了，太乖了吧？你看墙上是谁？这是谁 ？Key and Minnie，纸都没有，我们就直接带着娃走进来了，可以动的，好可爱呀、啊！哇、哦，这有个这个。Over the course of this cruise, you don't have to cook. You don't have to clean. Yeah. 鼓掌，鼓掌，哎，鼓掌。Mini 我们去布置我们的门啦，卷起来。你拿个房卡哦。好，我。Kaya， 你来放，现在自己放。嗯。爸爸的地方我在里面。好。OK， 这就是我们的门啦，最后弄完了。是要谢谢 Zoella 给我们做的我们全家的这个照片，然后我选了一个这个 First Disney Cruise， 然后选了一些他喜欢的 character， 他最喜欢的 Donald 给他选了 Kaya， 然后这个是 Daddy 和 Mommy。 下面呢就是在 Amazon 上买的这个鱼，我刚才尝试着想要贴这个纸，但是贴的有点丑，将就了吧。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小袋子，跟那
今天他给我们留了一个这个，应该是个大的 lobster 吧。回来床上已经放好多东西了，这应该还是送的巧克力。OK， 我等一下。Good morning， 今天是第二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现在船正好开着要靠岸了。今天应该是到拿骚，但是我们应该不准备下船。我现在着急赶着要出门，我们准备去吃早饭。今天上午呢，我给凯订了 Royal Gathering， 就是要去跟公主拍照，所以我今天穿的是 Rapunzel inspired outfit。凯亚今天穿的也是 Rapunzel， 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去看一下今天可以见到哪些公主。耶、yeah, ，好玩了，我们把阳台打通了。哦，它有一个特别的工具。Thank you。今天这个天气其实蛮舒服的呀。嗯，对。我们现在准备要停靠拿骚了。是吗？你没有下去吗？没有。我们也没有下去。那个不知道是不是领船的，有个警察。像警察的。你看这边的水能看得到碧蓝了耶。嗯。是不是叫果冻海啊？很清澈。啊，好爽。结果昨天我晕船了。好点了吗？今天。好多了，现在习惯了。现在可能也慢下来了，所以稍微好一点。他在倒计时不是吗？然后那个倒计时数完。最后一秒的时候他就说 sail， 然后我整个人就感觉我反而那个时候没有感觉到，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嗨、啊、我一直想说哎，我点了一杯酒，他说这个酒这么浓的吗？已经来感觉了。后来发现船开始动了，因为我没有坐过游轮，第一次住，本来想说应该不太会的，就吐惨了，晚饭也没有吃，后来还点了个 room service 蛮香的。哎，后来你有点 room service 吗？我们有点，点了个鸡翅，还点了个蛋糕、哦、点了个可乐。哎呦，不错啊，好舒服呀。那我们去吃饭了。今天好像是公主们要见面，两个公主了，这里已经有。妈妈给你记一下。你的小咪咪好可爱哟、哦。走走，出发，出发吃饭。嗨。你们是上次。我们把位置给你们要的，要不要？行，我们尽快。好的，大家的门都好精彩。这家最近，哎，不是，哎，是这家，就这家，他们已经第六次来了。哇，好棒啊、哦，卷死了，好可爱。这是要干嘛呀？得当船长是不是啊？做 bingo 是这个意思吗？每次来是不是船长不一样啊？有可能。有可以换，跟人家交换，你们有的跟他换。哦，但是我今天没带。哇塞！下一个。他说我没有吃饭饭，我笑不出来。哦，我看到凯亚了，做得真好。今天早上不是看到那个锅，看动画片，嗯，不错。现在我们正式到了巴哈马斯，现在准备要下船了，但今天我们不下船，太累了，下不了。我没有那个精力，下不了一点。这个还有，我不用，谢谢。Rapunzel 来了，这些公主都在这里。哇，天哪！那边还有 Moana。问那个人，他说大概可能要排个25分钟。好多漂亮的小公主。我们船现在停在这儿了，又是这个 carnival 吗？昨天我们不是他就在旁边吗？是他吗？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Royal Caribbean， 那个好大，比我们大好像，可能比我们高，我感觉哈。这边好漂亮啊！对啊，加勒比了。到了拿骚，大家应该是从那边下船，然后去那边玩吧。好玩的酒店就是那个红色那个建筑，应该。哦、你在练体操吗？要不要去玩水？你去找 Bonnie， 快去。看看。我女儿已经交出去了，她不需要我了。今天大家该下船的应该都下了，拿骚他们的房子好五颜六色哦。运动健将，你怎么那么厉害？我们的旁边居然也停靠了一艘 Disney 的 Magic， 大家也现在都下船准备去拿骚了，还蛮好看的。哎，我们
我刚刚去跟公主见面玩 Royal Gathering 回来，现在爸爸带着 Kaya 去玩 Splash Park， 应该是专门一个小朋友就是玩水的地方。然后我现在呢终于要回来弄一下我的礼物，因为我们参加了船上的 Fish Extender， 好像只有迪士尼的游轮上面有这个可以玩的那种小游戏，就是你要加他的 Facebook Group， 但是因为我没有 Facebook Group， 我是 Zoella 帮我加的。然后呢你会被分成不同的组，每个人呢会说一个比较喜欢的 character， 大家就会准备礼物。昨天不是在门上挂了一个小包吗，然后大家就会把礼物塞在那个小包里面，我其实都有收到一些了。然后因为昨天就一直没空，今天呢我就要赶快来包一包我的礼物。这就是我带的一些东西，然后这是我准备的袋子，我就准备到时候把礼物全部放在这个袋子里面，还有定制这种卡片，然后到时候呢就把 to 谁哪一个房间什么的写上去，然后挂在这个包包上面就好啦。我就准备在这看一个电影，然后包这些礼物，然后待会儿我们再一起去送礼物吧。我的礼物基本上包好了，然后我想分享两个我这次买到我这还很可爱的，一个是这个乐高的，我也是看别人分享的，就是可以拼成一个这种 cruise ship，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而且它这个你以后呢你还可以把它上面穿过去一根绳子把它吊起来，就当成一个那种圣诞节的 ornament， 就纪念你们今年第一次的 cruise，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而且一个在船上可以有个小游戏可以玩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这种 lanyard， 我其实一开始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好无用，但是在船上你会有个房卡，就真的是很容易丢，然后那个房卡呢就是你去任何地方都要刷这个卡，所以这个是我给那个人，他喜欢 Star Wars， 然后买的一个 Star Wars 链条的，然后上面呢我给他定制了一些名字啊，还有这种就是 Disney Cruise Line 这种标志的，所以我才给他贴了一个。但这种真的是蛮有用的，特别是像迪伦这种男生。其他的一些礼物就我根据他们写的喜好来的，比如说唐老鸭呀，然后还有种小朋友啊就买的水壶啊，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小的餐具，什么叉子勺子这种的，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然后这个就是我说之前就是我要送 Baby Yoda 的东西，我就给他一些糖果饼干，然后还有一个 Yoda大的耳朵，我要准备去送礼物了，好多东西我可能还要走两趟。我刚刚把我的礼物给他们放进去了。这就是我要送的卢卡，他过生日。I got you, boy。白天的时候，第十一楼还能看电影。Hey, Rapunzel！ 现在我们准备来吃一个中餐，这一家是我们要吃的。哦，好，找个大桌，感觉不错哎。今天来吃烤肉。我天，我们大桌直接全部要一起了。That's pretty good end of those。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准备点一些 taco。Dano， 嗨。你讲中文吗？那我们讲中文吧。中国哪里啊？我们也是四川人。才八十了吧？我们回头见。午餐很棒哎，手舞足蹈。现在自己吃的 mac and cheese 也很开心。小朋友现在中午睡午觉，然后我跟罗拉出来，我们两个单独逛一逛，终于才走到这个甲板，我们都上船第二天了还没来，好漂亮。然后今天早上他们带小朋友来玩，说这里没开，但是现在这个 Splash Zone 开了，里面全是 Toy Story， 好可爱。等他们下午起床了可以来玩一下再。青蛙吗？是一个，对的，是一个青蛙。Tiana's Frog 吧。我们在那儿走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要玩的。我们看了一个展示画画的，但他画的那个人物我们两个不是喜欢，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也有点好不珍惜这个时光。我们在那儿坐了一坐，聊聊天，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干嘛，所以我们现在来拍 character 跟他们合影了。先是 Daisy， 不过 Daisy 马上就要走了，然后我们是 Donald Duck 第一个。Donald， 现在来和 Donald。哦哦哦哦哦 ！Donald Duck number one。
回来也收到了一个小礼物，这个好可爱，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这个很可爱 Pixie Dust， 他们都好爱给 Pixie Dust， 真的，他们怎么那么大方，我都还没开始舍得给，我怕我最后，我都给完了啊，真的吗，啊，我刚刚去就给完了，我就是些糖果呀、夹子什么的 Lollipop， 我五分钟后出来我这就空了，一个都没有了，嗯，真的，哦，你看那个，你挥手了，大家挥手了，哦，这条船是不是被我晃了？有可能啊、哦。在那待一会儿。好。有可能没有开船了，我今天收到一个隐藏鸭，对呀、啊，但我不知道怎么玩，它是把它藏起来了，这是我去找一个地方给它藏起来，你也可以选择把它留下来，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把它藏到任何地方、然后别人就找到它。 OK， 它后面还有写一些，可以跟它拍照发在 Instagram。 OK， anyway， 想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带的这个，这个墙上的钩子其实还蛮好用的，对不对，非常，把那个灯打开吧，非常好用，它是这种小小的一个这种钩子，我是看大家推荐，好多说坐游轮都用，你看它这个墙铁，所以它看起来是这样，但它是，对，它们都是铁的，所以这都可以吸，然后就把我的耳朵全部都吸在这儿进来，这样还蛮方便的。这些都是我这次来收到礼物，这个是一凡给我们做的这个杯子，其实我之前也想要做这个 fish extender， 你看这个是我的，它遇到冷水它会变色，然后还给我们贴了这个船，送了我们一些这些小朋友的小衣服，还给开的游泳衣，然后这个是 Zoella 给我们送的，里面还有泡澡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方便的，这是我今天收到的一些礼物。其实我知道这个是 Zoella 的，我们两个参加的非常的晚，所以我们两个手上还贴了一个摩安娜的贴纸，刚才下午的时候泽耶拉给我的，然后因为我们两个参加很晚了，就是最后补加上去的名单，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填的，我们两个就在一个组，我们两个都互相送礼物，然后我知道这是泽耶拉给我送的，然后这是昨天来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吧，然后今天这个应该是 Pixie Dust， 因为有这个 Tinker 的一般都是 Pixie Dust 的礼物，别针牌子后面还有个小 mini， 好可爱呀、啊！本来想说给大家开个箱的，但是我们5:45的晚餐，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出发了，吃饭了，先去吃饭吧，每天都在赶赶赶。我们今天穿的跟 K 呀是一套，好看，小朋友他们也有，每个人选了一个，待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了。Welcome everyone to the Avengers Technology Showcase. Tonight's experience.看它这个胡椒跟盐巴还挺酷的，有没很科技感？今天下午我跟一凡就在那躺着，就带小朋友在 Fly Park 那边玩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中间的船的甲板上，我们一人拿了个冰淇淋，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看着大屏幕放的电影，我们俩坐在那很酷，这才叫游轮带娃，真的是。Okay, power up sequence. What cores are online? 3, 2, 1, activate.按一下，哦 Spider-Man 来了，走走走，我们去跟 mini 拍照。Goofy， 来照一下，来，一，我准备去看一个秀，8:30的美人鱼的秀。美人鱼耶！好嗨，还有 live。
们今天回房间。他这个是给我们搭的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什么？这是狗狗吗？这像一个法斗。这是法斗吗？他还用爸爸的眼睛，太可爱了。狗狗，我好累，早上起太早，刚刚看那个秀，我头都在痛。然后今天小美人鱼，我感觉它故事性太强，然后有点长，其实不太适合小朋友。然后开一直在那说拜拜，拜拜 Ariel， 不喜欢，不喜欢 Ariel。昨天那个一开船的比较就是好玩，比较热闹一点。睡觉了，睡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晚安。你去哪？你去哪看呢 ？OK，Thank you， 拜拜。你的游轮好玩吗？嗯。你说好玩还是不好玩？好，不好玩。不好玩呢？那明天下去了吧？拜拜。